人啊，能不能不要乱丢垃圾啊？就是，那咋地？我真想拿着你的手，照着你的脑袋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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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知道干嘛，我去，怎么回事？不要再打我头了！你要打我头吧？我挠你痒痒。来，闻闻自己的脚，臭不臭？熊熊这是？这个公仔可以控制它。我玩一下。不要啊！三哥，我们去逛街吧，我看上了一个包包。现在是8点钟，想想关关门了。有了，只要这些蜡烛熄灭了，我就给你去。现在都8点了，等它灭了，商场都关门了。那我可不管。有了，灭了，可以去了吧？不错，你不能用书去扇它。那行。Apple。这个蜡烛太菜了，我给你换一个。你换什么都没用。啊，你信不信我把这个摁你脑门上，你拍不掉？嗯，不信。硬币掉了，水太少了，要不再试试？那再试试。啊，我你怎么这么过分？我还没说你呢。我怎么了？我今天在家看了一天电视。《地球魂技》《时空回溯》。魂技。原来是你搞的鬼！追追呀！5号5号，快点上！三哥，小五生病了，我们去看看他吧。我才不去，他没信呢。5号5号，上上。听说那里的护士姐姐很漂亮。怎么样，你觉得我这身打扮护士姐姐会喜欢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或许你可以问一下小五。又在打游戏，我去找护士小姐姐了。哼，不要玩了，快去把衣服洗了。你这态度让我很不舒服。凭什么要听你的？你再说一遍。我就是先洗碗再拖地，最后洗衣服。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可不够，你们说多久好呢？你们俩这是？要是关要带皮夹夹后面狗。好了，你们说多久？30秒。要我说，10万年。小五，你想不想知道唐三的私房钱藏哪了？想。小五分身的了。小五，我又发现100块钱，你又在哪里发现的呀？我在某处找到的，我不跟你说。某处？还好不是我的。搞定，三哥啊，给你钱去买点水果吧，剩下的钱都给你。真的吗？反正都是你藏的私房钱。我的钱。超能力之控制笔记，绝口笑。你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还敢凶我？定身术。我怎么动不了了？到底想干嘛？要干嘛？住手！快说，把我的私房钱藏哪去了？在外面电视机下面。这还差不多。你给我解开呀！给唐僧按摩。你别笑。有本事一辈子控制我。啊，这手办好可爱啊，送给武藤他一定很开心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小五，母老虎不在，真的真开心呀。看我出来怎么收拾你。打游戏去喽。蓉蓉，放我出去。唐三，吃饭了。
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告诉我这怎么吃啊？就这样吃啊？你小子真过分！你到底在纸巾上放了什么？欢迎易容。你蓉蓉，下午有话好好说。你死定！什么情况？让宁荣荣消失，第二个愿望让小五消失。小五，饭做好了没有？我饿了。对啊，小五消失了。哇，这个视频也太搞笑了。荣荣也消失了。冤枉猪，你给我出来！怎么了，唐三？我要让张勇，张勇，张勇，张勇。张英雄，一虎，乱一阵风，谁啊？小五，你在我左右，去你干什么？叫你看电影也不去啊！小五，宁荣荣呢？宁荣荣是谁啊？啊，没事了。总哥，总哥，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？哇，你也太够意思了吧！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不允许喝酒。我只喝一点点，可以吗？不行。Hello。嘿嘿嘿。嗯。小虎，你听我狡辩，手机没收。唐三，你又不开心了。第二个愿望让小五消失。变了，你激活。奥斯卡，你帮我把这张电影票给三哥一下。你怎么不自己去给了？哎呀，我不是跟他吵架了吗？行吧。电影票哪来的？超能力魂技之隐身术，谁见鬼了？看不到我吧？啊！你打我干嘛？我没有啊。你打我干嘛？我没有。有问题。你熊肉，叫我干嘛？你是谁儿子？他第七魂技融骨分身。我有分身，记不记？就是知道。哇，大别，你谁呀？你儿子。你们太过分了。这到底是多少啊？十块加十块不是等于二十吗？我三哥是天才。怎么办怎么办？我手机关机了。三哥竟然会充电。你们两个联合起来耍我是吧？开个玩笑嘛。那我也开一个玩笑。啊，我口红都断了。我给你五十。你给我钱干嘛？到底是谁把我口红都断了？懂了，是我。你饶饶，唐武桐干的。唐武桐，既然你让唐武桐背锅，那这个钱不是唐武桐，是唐武桐，不是唐武桐，是唐武桐，到底是谁？就是唐三。我回来了。回来了呀，饿了吗？渴了吗？我给你去做饭。去吧，等一下。我有个问题，就是这么冷的天，你们家电视为什么这么大？刚刚有人在看，你懂了吧？不说外面怎么这么吵？原来是有人在看电视。小五，你不会真以为我在看吧？要不然呢？他刚从里面出来。小五，你看，一双拖鞋，一双没穿鞋的脚，猜个人。梧桐，梧桐，梧桐，你怎么了？蓉蓉，能救好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需要换心脏。妈妈，换我的吧，毕竟我是姐姐。你确定吗？要知道，我确定。那好吧。九宝转出有琉璃，姐姐的心脏给你了。你有人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你不是一直嫌弃姐姐吗？给。
想喝可乐。不亲，可以让给妹妹吗？算了，喝过的我不要。妹妹，你干嘛？我要看小猪佩奇。妹妹，是我先看的呀。胡桃，那我先来喝到哦。我讨厌你们。家里闹鬼！嘘，你们出门这几天家里发生了好多事儿。新买的牙膏怎么就是这么一点啊？短发，烟头，什么闹鬼？是家里来了陌生男人。那怎么办？小区门口到家共有四条路，而监控没有拍到嫌疑人，说明对方很熟悉小区环境。大门没破坏，说明对方会开锁或者有备用钥匙。符合这些条件的小区装修工，那怎么办？小五，你干嘛？这视频可有意思了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在上厕所啊。你看啊，你快出去。你看这个视频太搞笑了。有毛病吧你！你实在没事干，你找个班上啊。那好吧，不打扰你了。祝你万事美好。我的天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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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找我，信不信我会读心术？你不成长你会死啊！啊！你随便写个数字，我都知道多少。哦、行，那你转过去点，不许看。我不看。你猜吧。45。服不服？不服再来。来就来。17，不是，是不是我眼睛反光？要不要我教你？我也会，那你来猜，7、18。你们怎么都这么厉害？让宁荣荣教你啊，一把就会了。我们换个位置，换成你来猜。17，我这也能猜错。你吊儿郎当，一天没个正经样，天天就知道抱个手机嘎嘎乐。拿过来我看看。还好我提前准备了催眠喷雾。小五知道打游戏比什么都重要。小五今天就要告诉你，打游戏比什么都重要。嗯、小五你没事吧？你还在这里傻站着干嘛？赶紧打游戏。谢谢小五。等等，他你手机没电，给你准备了这么多手机，每一台里面都有限量版全皮肤。谢谢小五。以后你只管打游戏，其他什么都不用你操心，以后你游戏的一切我都支持你。谢谢小五，我走了，打游戏去了。桃子，才几点就睡觉？游戏上王者了吗？赶紧起来给我打游戏。